量，可是你知道，我们一直在沉溺在那个 feel like making love 的感觉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好，我们兜了这么大圈哦，就是去环游世界啊，就是有外国的歌曲，也有电视机上面的人的歌曲。那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就要把它拉回来台东在地。那这首歌是台东的一个，就是很知名的一个乐团在台东，他们叫做原味酝酿。那么翻唱他们的歌曲，这首歌叫做《思念》。然后因为原味酝酿的主唱啊是一个男生，他是来自卑南族的一个叫做燕汉。那前面呢我会，所以我今天就邀请一个男生跟我一起唱，当然是男生，对，他叫做佩东。嗯，准备好了吗？不要绕口呢。好，那我们就先给他上来。佩东，你们猜他几岁？有小鲜肉的感觉。几岁？猜出来吗？30？我怎么听到有30？16？19？好，你讲。先开麦啊。我今年18岁。我们差不多。好，那这首歌呢很好听，当然好听哦才会唱嘛，对不对？如果听完这首歌觉得好听，我们就可以就是脸书搜寻一下原味酝酿，就帮他们按个赞。鼓手今年好像有出现，长得蛮像原味的。不是啦，就是长得很原味啦，我在想说在地啦。好，开始，这首歌叫《思念》。想念的人，知道我在想念你吗？别忘了你曾经的我。
在想念你吗？迷茫的你是否听见我的声音？我想念的人啊，你知道我还爱着你吗？现在的你是否哭得比他快乐？我想念的人啊，你知道我在想念你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十八岁了，然后他还有他刚刚只是让大家先跟下一首歌有一个比较，没有啊，开玩笑。